哎，谁打呼啊？这个时候睡上几分钟啊，比吃什么都香。毕经理这个事儿啊，对咱们大家是个很好的启发，是吧？这里头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咱们警察为人的问题，怎么做人，知道吗？有些个警察下去了，摸情况，人家老百姓什么都讲，你换个人下去呢，人家什么又不说了。这个问题啊，说到底是个警民关系的问题。平时没有案子的时候，你耀武扬威，作威作福，自以为自己代表政府，谁都不尿，是吧？一旦有了案子，你去找人家提供材料，人家尿你啊。可以这样说，线索全在老百姓手里头，咱们只有搞好了警民关系，案子才能破得快。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总是讲，讲过不止一次两次了。老百姓和警察的关系，那是鱼和水的关系啊。我听说呀，保义是个好警察，为人仗义。我还听说啊，前几年他为毕经理带人受过的事儿，打抱不平，受了处分。你仗义了，老百姓自然就仗义了，都仗义了，这个社会才有正义。我没别的意思啊。保玉受处分那年，我是副局长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我没有反对，我有责任呐。这件事情呢，也涉及到局里的、市里的几个老同志，这我就不用讲了。等保玉醒了，我向他郑重的道个歉。老易，坐，别想那些事儿了。你还没来，哎，关于11号尸体，他倒在了保卫科门里的空地上。他倒下以后，保卫科才起的火，是吧？在他倒下的那个位置上，尸体也不会被烧得那么厉害呀。床单、沙发套、枕巾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离他还有一段距离。为什么他的脸被烧得那么狠？你们谁研究过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我调查过。据仓库里的保安干部讲啊，他们曾听到过呢罪犯推沙发的声音，以后就没过多长时间就爆炸了。这以前呢，罪犯曾往门缝里塞炸药，没成，才改用沙发呢挤着炸药顶在墙上这个引爆。保安干部还讲啊，他说是这个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呢罪犯往一扯窗帘的声音，以后就着大火了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可不可能这个沙发巾啊、窗帘啊，落在11号尸体的脸上？不是没有道理。哎，永祥来了。情况怎么样了？不行，还昏着呢。医生讲他这下撞得有点寸劲儿，
脑袋里有个血块，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。唉，那就只有等了。我说，关于下一步工作的重点，我认为啊，应该集中精力放在查找十一号尸体到底是罪犯还是无辜群众。如果要是罪犯，那就是留在现场的最有力的证据，是吧？也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也有可能是无辜的群众。怎么样测定呢？那就要加强工作力度，加强排大工作量。哎，老关呐，十一号尸体的年龄能不能检验？能检验，这得需要你们决定啊。这得需要进行骨骼检查。要做骨骼检查的话呢，那尸体就不能够完整保留。万一是群众怎么办？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那只能凭牙齿判断，不过那不太准确。不准确也要拿出一个判断来作为参考。好吧，江局长，我建议从今天起再从每个分局抽出两名同志来到矿上去参加排查，统一由沈永强和矿上的王处长负责，最迟不能超过二号下午六点以前，一定要把矿上的每一个人搞清楚。除外的，必须要有两个人以上做证明。哪怕是花再大的力气，也要把这一步迈出去。你看怎么样？这样也好，就定下来吧。哎，收审所的田所长怎么没来啊？今天这个会没通知他。干什么？起来！我脚疼。撞什么蒜？起来！我真的脚疼，我脚脖子上都长疮了。老老实实坐着。对这种犯人呢，要特别小心。十月一日上午，一名叫门春广的犯罪嫌疑人被押送到鹤岭市公安局收审所，他犯有杀人罪，杀死两人，伤害一人，证据确凿，本人也供认不讳。只是因为目前属于特殊时期，警力不足，他被暂时送到收审所关押。快把押下来！把押下来！快！快！走！走！快点！给他倒碗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门春广。你的事儿可不轻啊！你知道自己犯法了吗？知道，我全说了。全说了就好，好汉做事好汉当嘛。你已经彻底交代了，到这里来，就应当好好的改造自己，认真的反省自己，啊，一定要轻松管教，争取重新做人，啊。不用重新做人，我是死刑犯，我死定了。在这里是不分是不是死刑犯，
我这里没有犯人，只有学员，你已经彻底改造了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学习，活一天学一天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啊，懂吗？做人嘛，就得做得明明白白。能看报吗？能。每天早晨有两个小时的通报时间，待会儿你去洗个澡吧。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你只管说。这两天来住的人挺多，地方有点挤，克服一下。一句话，你得把我们当外人，我们也没有把你当外人，啊。我们这里的要求是把所有的学员都当作亲人看待。当什么？当亲人。你已经彻底交代了，就说明你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。自己的亲人也可能犯错误，但是犯的错误就不是自己的亲人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觉得你比押我来的那两个警察好，我谢谢你。可你也不能拿话恶心我呀！我杀了人，你知道不？我杀死两个，一个重残，我死定了。你还跟我扯这些，不就是想让我老实点，别给你添事儿吗？还看什么报？你可以整天在办公室里头看报，可我看得下吗？我现在只想死。还亲人，如果你是我的亲人，你现在就一枪崩了我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我说的都是心里话。因为我也当过犯人。当犯人的时候就关在这儿，比你早30年。进来之前我也是公安，我养过牛，替公家养。可是后来听说有人说我贪污，再加上点也别的说法，我就被关进来了，正好赶上文革，一关就是12年，我比你冤吧？哎，那时候的警察可打人，我病了3次没人管，有2次都差点死了，你信吗？在我这儿虐待犯人的警察一个都不能要，请他们全走人。我在这儿干就是因为我在这儿被关了12年，我的观点只有一个，凡是到这儿来的人，我们都应当把他当人看，当亲人来对待。我的目的就是把他们改造好了，也让他们早日回家。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在你这儿能待多长时间？那要听上面的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。没什么，你才来，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
田所长没有想到，自己制定的悔罪伏法吐苦果，靠近政府早回家的感化方针，将对侦破九二八大案产生重大的影响。三名法医根据经验检查了十一号尸体的牙齿，得出的结论跟以前估计的相似，死者的年龄为25岁左右。七号地巡熟不熟？还行吧。老易，你有什么想法别憋在肚子里啊，说出来。翟小凡，你们看哈。这是南干矿，西边铁路，这是南干路，再往下走就是七号地区了。那天关处长说了一句话，说这罪犯就在这方圆500米内。对，这就是在这儿说的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哎，正好关处长来了。哎，董事长，来来来来，我正好要问你件事。来，关处长，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去查现场，走到这儿这个地方你说的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忙着呢。你用手这么一比划，说这罪犯就在这方圆500米以内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是，你记得还挺清楚的。你那么说有什么根据吗？没什么根据。哎，别走啊，关事长，你既然说的那么肯定，总得有点根据吧。说出来你们也不能信。现在我信，行了吧？其实呢，我那也是一种瞎猜。你们想啊，他们扔的汽车围着一帆布口的钱能跑远吗？对呀、啊、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关长你忙你的去吧。啊，哎，宝一啊，要是打这破的案我可有功哦。行啊，我们都可以给你作证的。我觉得关处长说的很有道理，方圆500米以内，今天咱们也要抽点时间去这边转转去。队长，咱们是不是目的性太强了？别管目的性强不强，只要能捞到线索就行。快去。罪犯就从这儿过来的，没错吧？不
我觉得啊，他们只有可能死了才能活去，所以说啊，他们不可能是本地人。这几个罪犯相当有脑子，事先呢，就他们肯定勘测过现场的，现场弹壳都留下不多了。对，他们一边打枪，一边就把弹壳捡了，聪明吧？哎，那他们到底是谁？这事呢，走，再到前看看去。好，走吧，前面看看，说不定前面能看到什么。喂，喂，快快快快！躲什么呀？四年没见了吧？是是，齐大哥，你不是上大学了吗？是啊，回来了。我走的时候，你们都挺高兴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哪能呢？我们都舍不得你走。哼，那我怎么听说，你们七个人为了庆祝我离开鹤岭，特意在金宝聚了餐呢？那是为了别的事儿。算了，不说。我问你俩，南岗矿的事儿知道什么不？哎呀，那可不知道。你不想立功啊？我不是不想立功，我实在是不知道。要是知道一点儿，我不告诉谁，我得告诉齐队长啊。你说是不？我倒听说咱鹤岭有几个老大也在查那伙人，可是没查出来。这消息可靠吗？大概可靠吧。我听俩人说过。哎，你给我盯着点。哎，有消息告诉我啊。好嘞，行，走走，走吧。那天关树上就站在这儿。说这方圆500米以内就住着罪犯，要真像他说的那样，可就神了。今天上午开会，我说罪犯里很可能有一个是男扮女装的，今天往这么一站，就更觉得是这么回事了。为什么？吉普车里有三根头发，其中一根就是假的。刚才那小子不是说了吗？有两个团伙的头目都在查那伙人，就没查到，说明他们查的不对，说明就根本没有那女的，对不对？够复杂。跟大妈他们聊聊，家长里短的，他们什么都知道。行。喂，刘局长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刘局长叫我回去，你跟大妈们谈谈。行，中午等你啊。刘局长用金牌吊你，你先去吧。我得攒钱买辆车了，这样来回跑真受不了。遇到什么情况，来都来不及。哎，齐队长，你都升副队长了，上面还不给你配辆车呀？没戏，这年头指望公家，什么事都办不成，还得靠自己。走。哎，秦帆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秦来了。哎，小秦。哎，跟队伍出来转一转，你呢？啊，抹茶这片重点。啊。小秦呐，你好呗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小秦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都长抬头纹了。案子破不了，瞅着呗。哎呀，快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大妈。哎。你们这边查的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不嘛，刚才跟小宋啊都唠半天了，他都记下来了。哎，好。案子呢虽然没破，抓起了不少刀枪炮，也让老百姓出了口气。你们呐，没白干。我看呐，案子不破是不行啊，人心惶惶。你说这年头是咋的了？不是偷就是抢。俺们楼上那家吧，一连就丢了8辆自行车，
其中啊七辆是新的，丢一辆买一辆，买一辆又丢一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你说要我看呢，他还是丢得起，我们家就不怕丢，我仨儿子一辆车都没有。哎，那天我们家老二说什么，他就盼着人民币贬值呢，说贬了值啊，大伙儿就都一样了。你说他这是啥思想啊？贬了值不也一样吗？穷的还是穷，富的还是富。哎，就是嘛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们家旁边那个女的，本来人挺好的，可是现在呀，一到晚上就抹着口红，画着眉出去。哎，大家呀，再看一看，还有别的什么线索没有？咱们还有什么线索？听说抢钱的那个女的是从牡丹江那边过来的，是吗？说是当年的胡铁迷转世啊，这个家伙可了不得了，他一个人啊就三个丈夫，还都听他支配。你看这一回，他是从关里抢到关外呀，从辽宁抢到黑龙江啊，说什么马上就要到俄罗斯去了。你看了不得了？行了，这些啊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，啊，现在你们还得帮我一户户的查，免得将来漏下谁，我也没法交代。不是都查清楚了吗？我们这片啊没有那样女的。不一定是女的，没准啊戴的假发呢。小琴，听说烧神所里都住满了，抓了多少女的？哟，你说的那个女的是不是戴法套啊？有可能啊。我听柱子他妈说呀，他们住那个院里西屋老冯家捡了个法套。捡个法套？嗯。什么时候？昨天吧。黑色的？说不准。长的短的？我没细问。哎，就听说呀，老冯家正准备开法廊，你说就有人给送了一个法套，高兴的没法，说这是吉利。对，是昨天。看我坐了老半天，这情况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你看看，你别生气，你也没问我呀。走，快领我看看去。快到了，这点钱。屋里有人吗？谁呀？在家吗？哦，老冯，他们是公安局的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老冯，他们来查线索。啊，我对他们说啊，你捡了个法套。对。他们要来看看。好好。你也拿看看。好。就是这个。你能带我去捡发套的地方看一看吗？在这儿吗？对，就在这儿。上午11:45，省公安厅法医专家范子良签署检验报告，初步认定发套上的毛发与遗留在案发现场的北京212吉普车上发现的黑色丝状物同一，但是不排除黑色丝状物来自其他同类发套的可能。这个结果使破案指挥部成员大大兴奋起来。老范，
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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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是那种效果。嗯，肯定是不能是那个效果了啊，因为不是那个人。这个首先这个发套，哎，这个发型还是那个，哎，那没错。哦，那好，嗯，哎，谢谢两位了。哎呀，局长客气了，都咱矿上的事儿。以后有事打个招呼我就过来了。行，你放心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我叫他们去请你去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，哎哎，社长，慢走啊，再见再见再见。等会儿你看，妈妈你跑了一趟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忙着忙着，慢走啊，慢走啊！哎，我说，谈谈吧，大家看看，能不能给我确定下来？我看啊，大体上可以确定了。所谓戴披肩发的一号枪手，是男扮女装，戴的就是这发套。嗯，哎。查林，说说你的意见。我比较倾向于刘副局长的看法。一，发套与吉普车上的跟人造丝很相似。二，捡着发套的地点与罪犯逃跑的方向吻合。三，许东军、唐科长都认为，发套与案发现场的那个披肩发很相似。四，贺玲有女成员的犯罪团伙，我们都捋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与928大案案犯相近似的情况。那么这个发套，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在逃跑的时候不小心丢失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伙案犯就都是男的，没有一个女的。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证明你说的这一点，因为你不能排除吉普车上的毛发是另一件发套上的东西，或者他们凑巧是同一件产品。另外还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搞清楚，犯罪分子不大可能走那条路线的，捡到发套的地点不对。犯罪分子可以走这一条路，犯罪分子也可以走这一条路，但是他们把发套扔到这儿，这就有点说不通了。第二，捡到发套的时间不对，案发是在28号晚上8点钟之前。如果犯罪分子在逃跑的时候把发套扔掉的话，那么当天晚上就会有人看到或者捡到这个发套。可是据开发廊的老冯说，他是在30号的晚上才捡到这个发套的。那么28号、29号、30号两个白天两个晚上会没有人看到或者捡到这个发套？这又说不通了吧。这说明那个姓冯的不是第一个捡到假发的人，在他之前有人捡过一次，也许是在28号的晚上，或者是在29号或30号的白天。哎，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假发是犯罪分子丢的，那么肯定有人曾经捡到过这个假发，而后把它给扔了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这个问题啊，也正是我要研究的。这个问题研究不出来，是吧？就像刘副局长说的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下这个结论。
分析的都很到位，只要我们把这个重大疑点搞清楚了，那么罪犯逃跑的路线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了。哎，宝一，你想什么呢？说说你的看法。我正琢磨，这第一个捡到花炮会是什么人呢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你先说说。按说，七号地区离南岗矿是最近的。南岗矿出事儿，这里人知道也是最快。以前都说，案犯里有个女的。如果谁要在28号晚上到30号早上捡到这个发套，会不会交呢？我认为，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交的，特别是通过排查，人们一般不会贪一点便宜就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，对不对？嗯。开法郎那个姓冯的，不就没交吗？等我们找上门去，他再交上来的。他不一样，他是30号晚上才捡着的发套。还是在街上，他想不到发套能和案子联系起来。姓冯的会不会在28号晚上就捡到了假发呀？故意把时间往后推迟了2天。不像，我反复的问过他。捡发套的事儿，老冯公开跟你讲过。据居委会反映，他这人平时还比较厚道。如果要是28号晚上他捡的，他应该会马上交的。建议把老冯给叫着，带我们一起都去到现场去看看去。常林，你看呢？那你去吧。来，记住啊，把衣裳换了。别把人吓着。什么时候捡到的？昨天晚上5点多钟。我领着孩子就从这个口出来。哎，老婆。哎，是5点多少？5:40了吧？昨天我和我媳妇儿去参加婚礼，把孩子送到他舅舅家了，就在前边一拐弯14号院。我去接孩子，回来的时候就路过这儿。爸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接我？啊，我和你妈事儿忙。这街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前天杀人，这几天戒严了，快走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哪那么多事儿。爸爸，脑脱壳了。啥？你瞎喊啥？光头发没脑袋，真的，光头发没脑袋。爸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头套，化妆用的，还挺新的呢。发套是干什么用的？当然是戴在头上的了。爸爸漂亮不漂亮？哎呀，爸爸成女的了，爸爸成女的了，我也要戴。你去的时候也走那条道？对。你到那儿去以后就没发现那发套？没有。老冯，你从去又回到捡发套那儿，中间你隔了多长时间？2分钟吧。孩子在门口等我。我接了他就走。就是说，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就站在路边，对对吧？对。那你就没发现别人在街上？
没有，有人我能看见。小将骑白马呀，骑马马，你讲话呀？是那个姓冯的，从这路过，又回来的两分钟之内才出现的，肯定是在这两边的某一个院子里扔出来的。老刘，把这两边院子都查一查。好，我们一定查。嗯。10月1日下午。五头团伙的重要成员王志勤，绰号铁皮，在医院接受了警方的第一次询问。铁皮，你是怎么去的南岗矿？我是骑的自行车。走的哪条路？从哪个门进去的？当时我没敢走正门，我怕麻烦，我是走铁路西边穿过去的。是从矿上篮球场西边那个缺口进去的？是。什么时间？大概是晚上7:40左右吧。铁皮，我问你，遇到什么人没有？什么人？铁皮，你是不想宽大处理了？铁皮，你现在只有积极的配合我，到处理你的时候我才有所考虑。他们逃跑的时间和你到的时间差不多，路线也差不多，你小子不会遇不上。你是想有意隐瞒是吧？遇上了。说得详细点儿。那天我是从铁道线儿那过去的。到了缺口那儿啊，我突然听见缺口那边有脚步声，还有人说话。啊，咱们还是打个车往外走吧。